你说回家吃饭呢？我等了你一个月，你跑到哪儿去了？哎，于哥，打八个怕不怕？不怕，就怕八个打一个。哎啊、是不是愚弄我？不好的机会，事也不必这么大反应啊。 不过哥前哥后三分险，叫我英雄好了。这么可爱的妹妹你都不要，不是我不要她，是她不要我。不爱啊！把她摆上台！啊！不要！哎呀，你赢了。为什么不打礼拜呀？啊、你这样有损保险。我们虽然有个短暂的欢乐，但是我真的不忍心连累你一辈子。小子，听你这么说，你是动过她了？我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故意的，你。